好，大家也可以给自己的下做一个买车的目标。全五。这地方还需要我举例子吗？应该不需要举例子吧？还需要举例子吗？啊？啊，这个东西，我这地方是一个返回404，回到这个地方你就放一个什么 root， 指个路径就行了。啊，当然了，后面要学 rewrite， 还可以做个 rewrite 规则之类的。啊，我们输入 drivers。etc host 好，没错。然后比如说3w.1000.org， 然后 document 403，这403对吗？这不是403吗？对不对？那我怎么让它不是403呢？你可以给它，你可以给它做个调整。啊，比如说给它改成 root， 然后是 HTML 3W， 这样行吗？然后给一个首页吧 ，index HTML， 行吧？啊，然后我们再做一个。重启，然后我 cd 到 HTML 3W 下面，你得创建一个这个目录，因为你要没有这个目录，它肯定找不着，找不着，肯定会要么404，要没有 index 就403，啊，所以 cd documents， 我往里 echo 一个 doc 到 index HTML。那没有意外的话，我现在回车应该出现 DOC 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嗯 ，DOC。那请问我如果不加这个 DOC， 它是什么结果呢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设的是401，啊，所以是401，对不对？然后。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root 什么什么下面去，对吧？现在我这样做小例子，能理解了吗？嗯。啊，很简单，对吧？如果你开着玛拉蒂，我就上车，很简单。但去北影，啊，咱们先转一辆一起去，好不好？北影的女生其实很多很漂亮，而且有些不比范冰冰差，也不比巩俐差。对不对？但是他们身价没那么高，所以比较容易一点。